没想到这九阶鞭竟如此厉害，若不是他为我挡着一下的话，怎么？我不是你想反悔，你可别忘了，契约还在我手上。怎么会呢？本姑娘当然要好好治一治你。怎么？上次接骨太丢脸了，这次我一定要忍住不叫。 别乱动！你说你呀，疼就叫出来，逞什么能？我甘之如饴。你这个伤口太深了，得需要消毒缝合才行。但缝无妨。让你继续装，你不是能忍吗？那麻沸散就不必了。 就叫啊，又没有人笑话你。这点小疼痛，你我让！啊！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墨玄姐姐，你看到我娘亲了吗？ 居然背着我传授小燕医学绝招，实在太过分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叶兄，我刚刚好像不小心把破相散混入这药丸里了，非常抱歉。你明明就是故意的。是又怎么样？你救我一命，我给你治病，互不相欠。 再说了，这破相散不会危及你性命。不过，你要是答应我，不再祸害姑娘，改邪归正，我就可以把解药和雪莲丹给你送上。否则的话，怎么？否则毒发之后，你就会整个脸肿成猪头，再也不能用这副皮囊祸害女子。 多虑了，我绝不会祸害其他的姑娘。真的？要祸害我也祸害你！滚！死性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若不怕肿成猪头，你就给我试试，告辞！等等，我可没允许你离开。行。你就不怕破相散将你毁容？ 你舍得吗？你放弃吧，一枚小小的毒针可伤不了我。我不是用来伤害你的，我是要伤害我自己。卑鄙！ 公子他放心，伤口我给他处理好了。他失血过多，已经躺下歇息了。记住，千万别打扰他。谢谢姑娘。你为什么背着我传授小燕医学绝招？早上娘给你做好吃的。